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呢，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，《何日君再来》。这首曲子在中国近代史上呢，是一首相当受欢迎的中文歌曲。它是1937年电影《三更半夜》的插曲。这首曲子由当年刚刚成名的周璇主唱。那么，日本籍的李香兰呢？在2年以后，也就是1939年，也唱了这首歌，还灌了唱片，而且还有日本版的。那么我们最熟悉的呢，是邓丽君唱的这首歌。如果我们上网去查一下的话呢，可以找到邓丽君和一位那个日本的歌手啊同台，一个是用日文演唱，一个是用中文演唱的视频。所以这一首曲子呢，在中国和日本呢，都是相当流行的。日本口琴家佐藤秀郎先生呢，利用这首曲子呢，把它改编成了口琴曲。那么佐藤先生呢，在这首曲子里面采用了8度和音、同角音奏法、分解和音、小提琴奏法等复音口琴的传统吹奏技巧。希望您能喜欢我学吹的这首曲子。谢谢收看。